哇 ，brother， 好色啊！你家里怎么突然间多那么红酒？呵呵，哎，来吃一下红酒。我没想说你，你也是可以的。这次是我会带着两位美女一起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那里还有很多红酒选择，到时候我请客。哦，你来。UK 很豪爽对吧？喝红酒的男人更帅哦。哎、hey, ，来 ，cheers， cheers， cheers。嗯，这里真的很不错，下次我们再来吧。好啊。哈哈，虽然是免费的，也不要这样子啦。啊？免费？没错，在 Arumax 有特别优惠，只要四人同行就可以免费试酒哦。哦。那我们喝 ，cheers。Yeah.